各位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茶余饭后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一位电视演员，也是一位舞台剧的演员，脚跨电视以及舞台。我们一起来欢迎顾宝明先生。宝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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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是啊，这个宝，你干对不起，这三个人握手有点不太方便。当然，看到宝哥啊，心里面有点紧张。那你什么话？你前辈嘛，而且宝哥啊，以前在连环炮演出过，是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同时期，没有，那也没有跟他同时期，没有。对，可是我们对您的表演那真是五体投地，也不敢看不敢。哎，我们再让各位朋友来回味一下以前这顾宝明先生在连环炮表演的精彩片段。晚了。还是我来说清楚了，好不好？这样的啊，他是你现在太太的以前丈夫啊，他是他现在太太的以前丈夫啊，他是我以前太太的现在丈夫啊，我是他现在带来的以前丈夫，懂了吧？哦，那我们算是亲戚。现在人有现在的医学观念，那这个是给他治肠胃用的，对呀、啊，哎，那这个呢，就是帮助他这个心脏功能的嘛，是，这个是帮助他的活血的嘛。就是他现在叫活血，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帮助他的抽烟抽多了，治疗他肺用的。老板，我小孩不抽烟的，你不会叫他呀？你疯了？我开玩笑的。这个，哎呀，好精彩，太精彩了！真的是，你看到宝哥的表演，我们现在算什么？太逊了。宝哥以后多多指导。什么话？现在您好像电视演出的机会比较少。对，都是在舞台上表演。是。怎么会想到去演舞台剧？啊，舞台剧其实跟我渊源蛮久的，是在民国65年左右，我就已经开始在演舞台剧了。是那个时候叫做传统话剧。哦，传统话剧。那时候票是不是卖的，是送的。嗯，而且来看戏都是亲朋好友，有的人甚至是因为躲雨而进来，只是为了自己理想一直在做。是。那演电视跟这个舞台剧最大的不同在哪？我想是第一点是不能 NG 的，在舞台上是不能 NG 的，而且舞台是整体的表现。电视呢，它可以跳镜头。是，还有最大的不同是观众的不同。观众本身呢，因为在看舞台剧的时候，他前后面呢旁边的通通是黑的，他的焦点只有在舞台上。是。可是电视框框太小了，是，你可以一边看电视啊，还一边跟老婆吵架。是，还可以教训孩子啊。那么多时间看电视呢，是吧？是。现在排练会不会很久？应该很久的。我们大概通常都是2个月，3到3个月不一定。哦，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一出戏的美好。是。哎，真是非常辛苦。那最近舞台剧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对，我们最近屏风表演班要推出个三人行不行第一集跟第二集。三人行不行？哎，这是一出舞台戏的名字。是，也就是三个演员从头演到底，他们可以变化很多角色出来。这样子，是非常精彩。您没看过？我没看过。哦，这出戏是重演的，您没看过？没有。你票要送？送。啊，或者我找个下雨天，一躲雨。现在跟65年不一样。不一样。那我买，好吧？而且这个现在您宝哥也升级当这个导演。我们是重演的导演。我们的演员啊，就还有在您的麾下。对，有两位演员，两位是吧？是。哎，今天这个师傅在场啊，他们二位也不甘寂寞，要陪陪师傅。这二位是杨丽英小姐、郭先生。导演，哎，你好，什么？叫你坐下来，不懂你们小孩子，对不起，这还不错了。哎，他们二位在您的教导之下还听话吗？还很好，他们两位都非常敬业。哦，今天既然是三位啊，都是您的这个徒弟辈啊，是，干脆就现场来一段舞台剧。哎，太好了，观众朋友没看过，正好，好吧？那演什么？这导演您要多费心。是，所以说我讲这个舞台剧的空间非常大，是，我们可以不用任何道具，可以演出一个情况。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吗？需要，这个所以这个台子一定要搬开，好不好？你看这个放哪里边？哎，我就拿着。也不能。啊，那个导演您多费心。来，我们三个人讨论一下啊。我们现在开始演这个啊。好，1、2、3，开始。啊！什么叫这样？就是很导演太好，当然太好了。来，现在开始啊，开始。
掰什么掰啊掰？三条狗怎么样？我想的是三条狗。但是人在比较的心态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到马路上有飙车的情况，就是心里不服谁。哦，是。那个时候表现说就好像野兽一样。我的车比你车好。对，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野兽来表现，就是狗。哦，就是就飙来飙去再飙。原来这个题目是这么清楚啊！三个人演的模模糊糊的。啊，对，因为这个空间也蛮小。哦，是是，那是我们对不起你。还有灯光啊，是，这个布景也大概。导播也不导播也不错。我们这样子啊，我们下次弄个大一点的，好吧？哎，对，我想是最好是到现场。哎，到现场去看，好吧？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现在票不送，现在票不送。卖的差不多了。下雨天也对，也加油是这样。对，要预购从速。免相遇。哎，谢谢顾宝明先生。